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它要你根据这个图形哈、哦，这个图形就是 f x 的，计算从一到九，哦，这个是九，它的呢积分，就是 f x 图形底下面积啊，这个面积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一块的面积，这一块是正的，那这一块是负的，加这一块面积，这一块是负的。这块面积多少？这上底嘛，上底的话是5减32，上底加上下底，下底是7，哦，0到7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高的话是3，啊，这个高是3，啊，除以2了，啊，加上多少？加上这块面积负的，就是底是2嘛，哦，就9减72。乘高，高是负的，高是负二，底乘高除以二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的话，这是负二了哈，就是二分之九三二十七嘛啊，啊减掉二，就等于二分之二十七减四，等于二分之二十三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二分之二十三。